剪刚刚应该先催吐了，应该先催吐。跟你的脸已经宿醉啊，那个感觉要吐了。你不要，你甚至可以转过去对。你干嘛？你想打你？有点像是转过去刚刚聊天这种，屁股可以转。对，然后这只脚就可以慢慢收回去到里面。好，换脚，换脚，两只手都捏着他的扣子。原来爱你。怎样来？一定要奶头。我现在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表情？我真的不懂。就是在对谁？有点文艺帅，但又觉得宿醉头有点痛的那种。这个是有点难。好了，还是乱来。这样有用吗？这样有用吗？不是这样在行吗？不是小鱼在拍呀，拍台，在拍台。没有啦，都对看，脸都可以再靠近一点，对，下巴再伸出来一点点，好，舌头在，不是那个，怎么样？这不是员外的，这是员外的，人死了，不是还好了，不是还好了，你比较辛苦，是还好还好，然后手抓着，还好，不冷，冷哦，跳加油，跳个100次，对，换个季节的时候。到底这时候有谁会在公共公园？哎呦，吴俊老师就来了。往这边，往这边。冷到怀疑人生吗？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？还记得自己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你知道他有被吹气，他有被说。耶！收工了，太棒了，辛苦了，好冷，冷死你了。